国瑜，韩国瑜，动手，动手，动手！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。一进会场直奔主桌，韩国瑜特别提前半小时就要先和前总统马英九致意。同场又同框，马英九一上台，韩国瑜就亲自迎接，后耳边悄悄话，右手轻拍肩，最后再来抱一下，两人好默契。还没完，放了三个小时，实际上真的没有增加，是没有。身旁不时帮忙检查有没有站好，致辞时马英九一翻页，韩国瑜马上接手扶着，似乎低头动手，默契十足。蓝营大团结，韩国瑜会后更继续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见面，就如同他14号在台中说的：“我跟朱立伦市长的沟通管道非常的顺畅，啊，我们有共同的理想。”希望国家会越来越好，所以我跟朱立伦市长随时都可以保持联络，非常感谢。据了解，这场韩朱会，韩国瑜没透过幕僚亲自致电朱立伦邀约见面，会谈时也没有幕僚在场，两人展现合作诚意，相谈一个多小时。朱立伦支持韩国瑜不要任何位置的立场也没有变。国民党当前务必要团结再团结。而细数两人沟通，从国民党初选结束全代会到15号的韩朱会，两人3个月内就见面3次，通过4次电话。外界无法了解这场会面的来龙去脉与细节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韩朱沟通完全没有阻碍，双方都为了团结而努力。当然对基层来说这非常振奋。倒数100多天，韩国瑜积极整合蓝营，从上到下培养好默契好关系，毕竟2020在即，大家统一共识，只有国民党团结才会赢。记者简宏琪、李一璇 ATV 小组台北报道。